那么咱们今天学习这个张献碑啊，主要呢是两个方面，一个呢是张献碑的概述，啊，有关张献碑最基本的一些情况，比如说他的出土的时间，啊，他的这个碑文的情况，他的文字的情况，包括他总的一个艺术特点。第二部分呢是咱们学习的重点，也就是张献碑他的书法技艺这个技法特色，包括这个用笔和结构两个方面。张献碑，他全称翰古城长荡英令张君表宋。那么通过这个全称啊，咱们可以知道，是吧？这块碑属于什么呢？是一块歌功颂德的德政碑，啊，不是说对去世亲人或者是这个令长的这么一个追念，不是。这是属于什么性质呢？当原来的长官要离任的时候，那么啊，当地的这个官吏啊，当地的这个老百姓，为了纪念他在本地这个功绩，那么于是怎么样呢？啊，给他塑了这么一块碑，属于这种性质。所以张骞他原来这个职务啊，是这个古城长，古城长，古城县的县长。那么他后来升至汤阴县的县令，所以在他离任的时候啊，大家送了这么块碑。那么这块碑啊，根据亲人的这个记载，那么大概时期呢是在明朝时候啊被出土的，被发现的。那么发现之后啊，一直啊被保存在什么呢？东平州学的明伦堂。那么清朝也是如此。到了后来，这块碑啊，被转移到山东泰安的岱庙，啊，所以诸位啊，有机会到这个泰山，一登泰山的话，就可能会看到这块碑。这是它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情况啊。那么张骞碑，它在形制上面也非常有特色，啊，曾经跟大家提到过，咱们这个刻石啊，中国的刻石啊，是很有传统的。那么按照它形制的不同啊，它可以分成不同的类别，有碑、有碣、有摩崖、有墓志铭等等这些类型。那么咱们看到这个呢，是属于碑的类型，是吧？按照碑最基本的这个形制特征来说，它有碑首、碑身、碑座三个部分组成。那么张骞碑这块碑，它的这个碑首非常有特色。那么它这个特点主要是集中在三个方面，啊，一个方面是它的这个花纹特色。根据清代人的记载啊，张骞碑这个碑额啊，这个碑首啊，上端两侧有两阙啊，两只喜鹊相对，被这个碑首的这个四身的四周呢，含着这种螭啊，那么龙的一种玉种。所以从它的描述来看啊，这花纹非常漂亮。很精美，所以俗称为这个汉代画像石的一个代表。那么这是一个特点，更重要的特色是张骞碑它的碑额题字，它的碑额题字啊，咱们刚才提到了张骞碑的碑额啊，它全称叫翰故古城长荡英令张君表宋啊。那么这十几个字，大家可以看啊，用的什么样的字体去表现的呢？有点像篆，也有一点像隶。那么如果说它像篆的话，从这个某些形体上来看，保留了篆书特征。你比如说这个鼓啊，鼓这个右侧啊是念书啊，像兵器的这个类型。那么说它像隶的话，个别部件，是吧？你比如说像故，它下面这个口部，是吧？如果按照篆书写法，应该是以圆转的这种曲线为主，啊，但是这个故表现的什么呢？见棱见角，见棱见角，所以介于篆隶之间。那么同学们疑惑了，这种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字体呀？啊，这种字体是流行于汉朝。那么咱们把它称之为什么呢？叫谋篆。谋篆，这个谋篆啊，
根据这个《汉书》这个记载，是吧？是属于新莽时期的新莽六书当中的一种。古文其字小篆、隶书、谋篆、鸟虫书。这种字体主要适用于什么场合呢？主要应用于印章、刻印。可以。那么同学们可能要问了，说这个字体为什么说介于篆隶之间？是吧？有些时候，哎，它的笔画为什么会出现一种很特殊的处理？比如说，像这个字“古”，这个“古”啊，“古”字，“古”字的右侧，咱们刚才说了是一个“书”这个偏旁，那么上端像一个兵器，下端呢是一个“右”，也就是手的意思，手的意思。按照篆书的这个写法的话，是吧？那么最后一笔应该是什么样的呢？它应该是偏直的，手这种形状。那么在这儿，它反而做了一个有点类似于咱们像这个隶书燕尾这种样式，是吧？往上走了。什么原因呢？我想啊，这个主要是和它施用的一个场合有关系。这种谋篆在汉代的时候，更多适用于刻印、印章上面。印章上面，当然在碑额上面也有一定的反应，是吧？那么出于刻印的需要，所以在安排这个文字笔画的时候，需要做到什么呢？需要做到使得这些笔画它的排列十分的均匀，十分的均匀，是吧？那么部件之间的这个距离啊也很匀称，在分布上面来看也很得体，所以这是汉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色。那么为了这种分布的需求，所以需要对某些笔画呀加以特殊的处理，比如说这个笔画，是吧？咱们可以看处理之后啊，那么这个字的空间的排布啊，空间的排布在分布上面显得就比较匀称啊，所以这是一个谋篆的一个特征。那么这块碑额啊，咱们说的这个碑首啊，它还有第三个特点。那么这第三个特点仍然是它碑额上的一个特征，它的碑额排列这十余个字是呈两行排列，竖式的、纵式的两行排列。那么这种纵式排列实际上保留了，是吧？咱们中国最古代的这种题榜书写的一种格式。现代人可能说，哎，这个咱们写一块匾，题一块这个很大的一个招牌。那么我知道啊，比如说我看到的同仁堂三个字，是吧？我比如说我看到的故宫博物院这五个字，那么它大多的形式都是什么形式呢？横式，是吧？或者是从右往左，或者按照现代的形式来说从左往右。那么咱们最古的一种形式题榜题匾，它的形式应该什么样呢？应该是纵式的，纵式的。那么纵式这十来个字一行写不下怎么办呢？分成两行来写。所以张骞碑它的这个碑额啊，也保留了咱们古代啊这个标题书写的这种纵式书写的一种形式啊，这是它在这个碑的形制上的一个特色。所以很多清代包括现当代的很多书法家呀，都是从张骞碑的碑额当中啊汲取营养，形成自己很特殊的一种书刻风格。这个张骞碑啊，它在它的内容和文字上面也很有特点。那么从内容上面来看，是吧？这个第一次接触张骞碑的同学，如果读完这个碑文之后啊，会有一个很啊这个很感慨的一种印象，是什么呢？这张骞太了不起了，是吧？他有那么好的祖上，这张良也是他的祖上，这个张骞也是他的祖上，张释之也是他的祖上。所以说都是名臣啊，他应该是名门之后，名门之后。但事实上咱们这个如果略通这个历史常识的话，你可以看张良他的这个籍贯好像和张骞啊还不是一个地方的人，那么剩下这二位恐怕在很多事情上面也不太相合。所以有些同学曾经带着这个疑问啊，哎，向老师提出来。那么实际上这种问题不仅仅张骞碑存在，很多汉碑啊
都有。既然是德政碑，这种碑也有个称谓叫什么呢？叫去私碑，也就是离任的时候、离开的时候，为了表示对你德政的一种怀念、思念啊，我立下的。那么我书写这个碑文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？是保留或者是流传这位故长是吧？他的一个功绩，他的一个功绩，这是他最主要的一个任务。所以说在内容的撰写过程当中出现一些夸张，出现一些虚诞，甚至出现一些这个很离奇的这么一种表述，那么也我们也是可以理解，也是可以理解。实际上什么呢？就是为了为这位离任的这个故长啊他的生平能够增光添彩。所以不要考证这个张良和张骞的关系，事实上来说可能也没有什么关系。大家可以看他这个碑文当中啊，有这么一句话处理得很好。他说啊，君之先出自有周，是吧？这个张骞啊，他的先祖啊，那么我们最早可以看到是周王朝。周宣王中兴，有张仲以孝友，友谊兄弟的友，为行披览诗雅，冠之其祖。这话讲得很巧妙，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张骞有个很好的一个祖先，是吧？那么这个祖上我们最早可以推到周王朝，周王朝的谁呢？哎，我们知道啊，在周宣王时期啊，当时这个朝廷出现了一个中兴。周宣王时期有一个人很出名，那么这个人以什么出名呢？以他的德行出名。这人叫什么名字呢？叫张仲。张仲，以孝友为行，是吧？对父母亲很孝，是吧？对他的这兄弟很友爱。那可能问了，你怎么知道啊？你怎么知道这个人的呀？他说的很好，披览诗雅，冠之其祖。什么叫披览？打开，是吧？打开阅读诗雅，诗经小雅这部书，我们可以很鲜明的、很明确的知道他的这位祖先。这个话有点悖论，什么意思啊？如果说你看诗经小雅的话，那会有张骞这个人的记载吗？他不可能有张骞的记载。诗经小雅他不可能是在东汉时期才出现的，对不对？很早他就有。那么怎么可能用这种逆推方式来推出，哦，因为这个张仲很出名，所以张骞也很好。所以这是很荒谬的一个推论，但是他很巧妙。哎，你看看啊，大概其在这个诗经上面就已经对他的祖先有记载了。所以同学们要对这种方式呢有一个理解啊，这是内容方面。那么在文字方面啊，这块碑这个文字啊也处理得很有意思啊。这里面呢有很多字属于别字、错字，甚至是什么呢？因为刻工的问题而出现的错误。你比如说，我举两个例子。他说，张氏辅汉，世载其德，元既且于君，盖其蝉联。所以这个清代的文字学家啊，读到这儿的时候就有时候很疑惑了，说这话读不通啊。张氏辅汉我知道啊，就张家呀，张氏一族啊，辅佐汉室，因为很有功勋，所以世载其德，每一代啊都留下了他们张家的这个美名，没有问题。元既且于君，讲不通。所以啊，这个清代的这个文字学家呀、学者啊，就怀疑这个话可能有问题。什么问题呢？这两个字好像是一个字，是吧？把既和把且连起来，那什么字呢？有点像咱们说的暨，暨南大学的暨，上面一个暨，下面一个旦。这个话如果说你原寄于君，你就很讲得通了。什么意思呢？又到了张骞、张军这一辈啊，盖其蝉联，他是他祖先非常好的继承人，多顺的文字。那怎么会这一个字给刻成俩字了？这种解释只有一种，什么呢？那么可能是因为这个刻工啊，他的文化水平不是特别高，他对这个字的含义不太了解，或者干脆他就不认识这个字。是吧？还有一个例子，这段文词呢主要是讲的这个张骞啊，他的治学，
他说啊，这个张骞他治经世义，他研究的是经世这一路周易他的学术，聪立全略，聪立全略，什么意思呢？他很敏锐，他很智慧，他能够变通的了解啊周易当中的全略变化之理，简易变化之理，真是很厉害。所以用了个词儿叫什么呢？异于从田。这个话又有问题了，这什么叫异于从田啊？这个田咱们知道是吧，在古汉语当中，这个田当什么讲呢？田猎，打猎，这话讲不通。所以清代学者又对这个又进行了一个考试，说这个字到底应该是什么字。他们查了这个鲁论呢，说里面啊有一句话，孔子啊他有个弟子求，那么孔子他有一次啊对他这个弟子求，他就说这么句话是吧，求也义与从政乎何有，说求你啊最大的特点，你的最大的长处在哪儿呢？研究学问，研究经义，说你不要把心思放到这个仕途上，你在从政上你的前途可能比你在这个学术研究上前途啊要小得多，所以与从政乎何有，能讲得通。所以清代学者于是探讨这句话应该错了，应该什么呢？叫异于从政，而不是从田。那么于是带着这个问题，我们再看这个字，有些情况你就可以了解了，是吧？这个字啊，有可能就是个政字，但是因为刻工误刻的问题，也很好刻，多刻几道，左边这一个真正就变成一个什么字啊？变成一个田。异于从田讲不通，异于从政很讲得通。什么意思呢？哦，张骞他在学术研究上面很聪慧，很有潜质，就好像咱们做这个学术评价一样，有没有这个科研潜力，是吧？很有学术潜质啊。那么比他在这个从政的这个前途上面啊要大得多。下面马上跟上，少为俊吏，应殓职位，再也不讲他学术上的事了。所以这个呢也是很巧妙的一个夸人的方式。什么意思呢？你比如说，我原来老举的例子，齐白石先生的这个虾画的真好，是吧？那么在这个中国的绘画史上啊，咱们这个中国现代绘画上是相当出名的。但是为了夸他这个虾，我先不说他的虾好，说什么呢？说齐白石先生的医术真高明，是吧？他这个医术啊，可能是当时罕见，当时罕见。他的医术，他的这个潜质，要比他画虾高明多了。不讲了，不讲艺术了，马上说他瞎。你说他的瞎，你说他的艺术有多高明？大家都知道他的这个画瞎水平是最一流的，第一流的。所以这个呢，夸人于无形啊，很厉害。那么他这个道理也是一样，异于从政。下面再也不讲他艺的问题，学术研究的问题，而讲他从政的问题了。这个呢，也是一种方式。